我想起这个身高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当摄像的，大概是在1996年，我扛着摄像机在柳州采访篮球队，中国国家篮球队在那集训。那个时候王治郅还是个小孩，我采访他。王治郅两米多少？反正2米1几。我那么大的摄像机，我哎呦，我是我扛着的。他说不行不行，累死了。说我拿话筒吧，换一个人摄像。我就拿着话筒，那个摄像说不行不行，你拿个凳子。我说我手举高点。他那个你举高没用，你们俩不在一个画面里边。我拿个凳子，我爬上去。但是王治郅不一定记得这时候摄像了。